在余光中仿佛看见我们在哪儿，也曾像一朵花开。大半夜的过来赏花，有点意思。云禾，你到底发现了什么呀？我看着没什么呀。我再教你一招，观人察心，不能看他面上表露了什么，而是要看他想要隐藏什么。李叔，紫藤树，你在干什么？三月，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初五。深夜出游不合规矩，回去。哎，那就请主子责罚呀。其实呀，应该我罚主子才是。三年前的今日是你我相遇的日子，你忘了？这种日子该送礼物的。咱们初一的地方也有这么一棵紫藤树，当我在谷中发现这棵紫藤树的时候，就想给你一个惊喜。这也不合规矩，要是被人发现了，你会出事的。谷中最不合规矩，违反禁令与我相恋的，不就是你自己吗？放心吧，今夜只有你我两个人，你只需告诉我。那你是不是该回个礼呀？我没看错吧？黎叔在咬雪三月的嘴。没想到这雪三月平时铁板一块，遇到这情爱之事，也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：少女怀春。他俩怎么敢啊？当年凶兽朱燕蛊惑一众地仙作乱，被镇压之后，天仙对地仙的管束加强，尤其是像在万花谷这种专司训谕之地，怕你们殷勤徇私，所以严禁御灵士和地仙相恋。嘿，怎么样？告发他们。在万花谷这个地方，孤立无援注定是支撑不下去的。我们要跟他们做朋友。主子，雪统领，我已下令封锁此处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进护法，请回吧。我今日前来不是来找鲛人的，而是来找雪统领的。我与姬护法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交情吧？昨日花海紫藤树下，我好像看见了一些东西。雪统领不必紧张，若是想要对你们不利，我不会过来找你。
而是会直接去找青书大人。你想要什么？合作。我看你一身侠气，是手到一只，正巧我也是。既然我们志气相投，何不互为助力，同道而行？济护法善于识人察心，可惜竟没有看出我这人生平最恨被人要挟。你们既然看见了，那我便不能再留你们。鲛人，他是纪云河抓回来的，不会出手。李叔，你躲开，这事儿我来做。别碰他！鲛人真为你开口了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少谷主。有人看到纪云河和雪三月都进了四国窟，只怕此事又有蹊跷。来了来了，真的来了！我跟你们说，大麻烦来了！林浩清不知道听到什么风声，带着人从那边过来了。今日这麻烦还真是没完了。黎叔，他们三人今日都不能留了。你。你们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就不能先讲和吗？说的倒轻松，你以为我不想啊？雪统领，你就不能冷静地跟我谈一谈吗？和你没什么好谈。我在余光中仿佛看见我们在哪儿。夜曾像一朵花开，相遇在开满万花的庭外，也曾像一首歌，相遇在此去雪统领，你也看到了，我跟长义是恋人，你我同为禁令，所以我绝对不会告密，你能相信我吗？长义，林浩清马上就来了，你躲在里面。来了来了，真的来了。这思过窟倒是好生热闹，雪统领不是说过不许任何人进入此处吗？雪统领，怎么解释？我跟长义是恋人，你我同为禁令，所以我绝对不会告密，你能相信我吗？定是纪护法私闯思过窟，真是嚣张的过分。慢着，是我听闻护法曾让鲛人开口，有些好奇，喊他来验证一番罢了。